范小姐和王先生是一对年轻夫妻，都是上海人。两人于2010年结婚，有个女儿已经8个月了。本该幸福的小夫妻，却和公婆的矛盾由来已久。其实阿拉两家的夫妻感情没啥问题啊，就刚结婚过日子，吵侪是为了爷娘。我想应该是子女陪等阿拉爷娘住。刚不刚这个房子买好了，我实际没居住权。女方初次上门，为何却遭冷遇？我到洋去干嘛？拎个么子过去，对吧？吃了顿饭，啥么子没玩？干什么？觉得伊拉屋里向做事体太笨了。侬有钞票跟没钞票是两回事体，心有没有到，搿是一回事体。你是没想过啊？因为我自家没走到搿桩婚事，我勿可能想到搿桩婚事。婆婆一句话令公公泪洒现场。所以你们俩其实，我都是爱弄恨，各种我把你吃，吃到好多年，这么老娘，心里老娘。老娘就直指问题要害。哪个他娇生惯养嘛，对不对？带着对他的占有，那他占有欲嘛，就是内心深处就有意思。结了婚子还要占有，我还要看老侬，还要哪能样子？占有和溺爱是同一桩事体的正面帮反面。敬请收看《公婆管太多，日子怎么过》上集。家长里短不用愁，都来找我们老娘舅。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每晚6:30为您播出的新老娘舅节目，我是海燕。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和上海市司法局共同主办，如果遇到纠纷麻烦的事情，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我们的调解完全免费，而且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今天来为我们调解的大家非常的熟悉了，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黄飞爵黄老师。黄老师好，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当事人小范和小王。今天两位到这边来是要想解决什么样的事情？最主要就是我们小夫妻和就是公婆之间的就是家庭纠纷之类的问题。Vacation 是吧？ Vacation 几乎没有沟通的，就是他们有什么话都是不说的。就是事体发生了就暴露了。就是啥人暴露呢？就是伊拉搿种就是哪能样子讲，勿是像人家讲之间有沟通啊。就讲阿拉是帮伊拉没沟通啊，就伊拉有啥问题呢？伊拉勿会帮阿拉来讲，但事体发生了呢，葛末要暴露出来嘛，要解决勿啦？葛末就要把阿拉晓得了呀。葛末老多事体就是隔了屁眼里要去做了，葛末没把阿拉缓冲的辰光，侬晓得伐？就讲阿拉两家头之间感情是没啥问题啊。就是搿几年结婚过日节吵，侪是为了爷娘事体吵，食堂里向酒汤是为了伊拉。就你们之间吵也是跟父母有关的。一开场，儿媳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她和丈夫之间没有任何感情问题，之所以吵架都是因公婆而起。那么公公对此是如何来回应呢？王先生您好，你有觉得和他们之间沟通有问题吗？其实我对他们呢，大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大的想法，因为什么呢？其实婚姻是他们年轻人两个人的事，对吧？阿拉这个老夫妻两家头呢，能够容忍那个，葛末那些，阿拉些娘娘去谈朋友谈好了之后要谈婚，干了啥，对吧？侬讲我从明就是讲房子买脱了之后呢，告伊拉房子买好，房子买好了之后呢，我想就应该是侬子女陪等来阿拉爷娘地头，我想没房子嘛，先跟那蹲了一道，我想喊阿拉老婆呢蹲了一面在呢，告伊拉打打烧烧弄弄啊，就是讲打那伊拉打一顿。过脱一段辰光，那生活能够自理了，对吧？也能够那个家庭弄好了之后呢，阿拉就我也就离开了。那么要结婚了，伊一定要讲事了，是分开来事。现在住一起吗？现在不住，一直没住了一道。我实际现在跟阿拉娘住了一道了。我真的叫刚不刚这个房子买好了，我实际没居住权。他当时提分开，儿子提分开的时候给过什么建议呢？那怎么住呢？你们崇明的房子也买脱了，那么哪能蹲呢？那么伊个意思就是讲，他的建议是什么？我跟阿拉爷娘蹲了一道，那么我老婆也好蹲了里向，就那完全好贴开的了，对吧？贴开爷娘是的，就讲根本就非得就是讲容纳爷娘搞一道事。那个老母亲80多岁了，80多岁，多少度啊？16个平方，四个厨房面积16个平方。是独用公寓。就一个是小单元，就是现在老式房子小单元。还算是独用的对吧？哎，独用的。16个平方就一间头的。我告伊拉讲了，我就是阿拉回房地分开来住，避免矛盾。伊拉讲阿拉又不管哪个，啥地方会得产生矛盾？我就讲不碰头少，碰头少，人家讲起。
就不信我自己有的矛盾，或者不信我跟自己有的矛盾，侪是接触了多了之后，有种生活习惯不一样。如果老两口生活习惯不一样，或者哪能讲，看法看法要多讲两句，讲两句嘛，讲法讲法就讲出问题。我讲尽量避免接触。那你有想过解决方案吗？我说，那么新房子哪估计个又宽敞又好，那么哪几老的蹲过去？我讲阿拉两个小孩蹲个老房子里向。老房子是啥地方？武松。就是阿娘搿搭。哎，阿拉小孩住辣里向好了，就是哪几时好，哪几时。那你们就不是要照顾阿娘吗？不是叫阿娘一老死过去啊，一老死到新的地方去、啊、哦，你们的意思是让就调调调调两个地方调调、哦、那不在埃面的就16平米你们都认了啊、哎、对的呀对的呀就没关系啊、哎、就到最后我退步就退到了我就刚调调我都不介意了嗯反正就是不要死了的因为为啥矛盾不是刚贫困贫不无刚没接触我在想哦，下趟会得有啥啥矛盾？搿是可能讲侬来结婚之前侬会得考虑到啊，但是辣盖结婚之前谈结婚的辰光，其实已经是有矛盾了。好，儿子儿媳坚持认为和公婆分开住有利于避免矛盾，但考虑到公婆的感受，曾提出让他们住新房，小夫妻两人住16平米的老房，但父母最终决定还是让小夫妻住新房。那么，对于双方这方面的分歧，观众老娘舅会怎么看？那儿子要跟他分开来等。那对搿桩事体就好像老纠结的，我觉着搿老正常的呀。让伊拉独立有啥勿好啦？那有适宜，伊拉有适宜。侬不要阿拉老婆嘛，要帮伊拉去做弄弄。侬搿勿是自家辛苦嘛？那两家头伴伴老，放手让伊拉两个小孩去。我是儿子，我下趟阿拉儿子要跟我分开来，我举双手赞成。而且让他们住差的房子，让年轻人住差的房子，老年人住好房子。而且我觉着伊拉要住小房子，搿真的应该侬要体谅，㑚媳妇搿点应该是勿错的。没有搬了大房子，不拿管了小房子，跟侬多纠结。所以我辣盖搿一方面，我就觉得那两个老，那有点自家寻出来的事体烦恼。虽然公婆和小夫妻在分开居住的问题上分歧巨大，但实际上双方的矛盾在儿子儿媳谈恋爱时就已经产生了。那么后头伊拉接触了一段辰光呢，就是讲，还有一桩啥个事体呢？就是讲要出去白相。嗯。搿也老正常。嗯对吧？嗯，应该现在大家侪想着已经白相了好的，要到啥个，出国旅游一趟啊，或者是白相，搿个是老正常的。老正常的啊。那么阿拉儿子呢，有可能是要么看中了个小姑娘，要面子，嗯，对吧？那么就是讲有的两趟白相呢，就是讲拿阿拉爷娘的搿个，阿拉老婆了，拿卡拨伊，卡里向有得几万块。哦。一共两趟。哦，用脱几滴？全部用过，几万块全部用掉，去啥地方呢？一到香港去旅游。香港去了一趟。哎，还有呢？那么，还有一趟，要么两趟，侪是香港。在香港啊？啊，那么用脱么就用脱了、嗯，对吧？就在谈恋爱的辰光去了、啊，对吧？那我想，拿搿个两个人拿消费卡结婚，嗯，那不晓得像，那你要先跟我说一下，卡里几万块，三万块也是几万块，九万块也是几万块，其实两趟。一共加起来大概有个5万块左右吧。那么我想，伊拉两个人谈朋友就搿能样用了结婚，我有眼心里想还是老满意的。哎，嗯。再讲阿拉又不是有钞票人家，对吧？恭喜家人。对于儿子谈恋爱时的过度消费，公婆非常不满。那么，儿子儿媳去香港，真的是刷掉了婆婆信用卡里的5万块吗？一直在场下的婆婆再也坐不住了，直接冲到场上要说明详情。那我叫他帽子上来好像不大正常，我想不要上来的、嗯，因为我刚刚化了好，头发没长出来。哎呦，我没。阿姨身体也不好是吧？俺们两个人呢，也是化了妆。所以你们俩其实都我们都是癌症患者。多长时间了？检查出来？我是3月份，他是7月5号刚开的，7月9号那个刚开的。嗯，我特别冒昧的问一下，是哪方面的？我是乳腺癌，他是直肠癌。所以其实两个人身体也不好，对吧？真的不想上来，我想我戴了帽子上来好像不大友好。啊，妈，早期，中期，中期，两个人侪是中期。也都是今年查出来的。我3月份，你7月份。都是今年查出来的，对吧？没关系，阿姨。我想到搿种光把儿子哭到后头来，真的老难过，心里老难过。但明天还要去化疗，今天就坚持出来了。他跟你这么坚持不行。我们解决事情有很多方法哈，我们可以有些很急躁，我们也可以缓缓的来解决，对吗？而且其实说白了，真的问题解决了，如果解决好了，其实
可能对你们的身体也有好处，对吗？我们也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心情去战胜自己的病魔，对吧？谢谢。阿姨葛总光给了儿子一张卡，对吧？对的，我给他，他是他爸爸的卡放在我身边的，因为他要去香港嘛，他那时候装修房子，一张房子，我就卡就8亿了。办了一张卡呢，有的一讲要到香港去要另外一张卡，搿张一张卡呢是经考核假期，已经打到香港去了。打到香港去呢，大概投资了大概2-3万吧，大概搿辰光。没有4-5万，对吧？搿辰光两投资2-3万，后头前头呢去呢，先呢拨过伊钞票的，前头去啊也要用过钞票。一共大概几万块啊？几万我倒记不得，我对钞票不大有规模，我也不大清，因为我从来不大管钞票，因为伊到现在捞多少工资我都不晓得。也从来不交给你的，从来没交过我一分行钿工资。没帮侬讲过。伊谈朋友的辰光，搿辰光伊捞多少钞票我也勿晓得。伊基本上我搿趟退休工资我3000块。伊从来隔一个号头或者多少辰光来问我要1000块、1500块，我侪拨伊。哎，我搿辰光我就心想，有个小姑娘消费高的，一直辣外头吃饭。那两个人的工作的情况是哪能？阿拉是电厂的，著名电厂。电力公司。电力公司。就小收入还可以，就是。谈到刷信用卡的问题，儿子儿媳会如何回应？其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隐情？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当当当！哇，超人来了！你忘了你的脆香米喽？变形金刚！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啊，我的脆香米呢，妈妈？味滋新生魔法，全新10号魔法液，卓效抗老，天然精粹。直击10大老化痕迹，肌肤更显紧致、光滑、饱满、透亮。全新10号魔法液，真实科学见证，薇姿。我订的书到了吗？还没到。这个，我说了还没到，明天再来试试吧。德芙纵赏丝滑，这是干嘛？补平瓷药，让它光滑洁白。你的牙釉也不平滑，牙渍藏在那儿不容易刷白。全新中华磁感白，微米级美白因子，牙齿表面更感光滑洁白，绽放磁感白。中华磁感白。康师傅经典奶茶，精挑细选的大叶种红茶，融入新西兰奶源，多完美的浓醇美味，热饮更香浓。康师傅经典奶茶。金秋假期灿烂奉献，10月1日孝林盛典，2013东方孝星，10月2日月月一口书滑稽脱口秀，10月3日国庆笑笑笑，让您长假笑开心，精彩呈现尽在新娱乐。月月一口书国庆节再度出击，好了，哎，杀死了我俩，哎呦，笑开生活当中的凡人小事。10月2号夜里向7点钟，与侬不见不散。我有超级梦，有小气猫，眼睛不灵不灵，可爱弹性，每次闯祸就是爱撒娇，喵喵撒娇，小气猫胆子小小，喵喵天然棒，我的梦有担当，小气猫笨手笨脚，喵喵像家猫，我的梦有爱哭，小气猫喵喵喵喵，我我超好。买肯德基喵小气套餐，把超级盟友带回家，喵，手机订餐天天优惠。来好时之吻 KCSA 巧克力工厂，感受独特美味，小身材大味道， KCSA 巧克力传情时刻， KCSA 一下好时之吻，曲奇奶香白巧克力。咽喉管好酸啊，牙齿受不了。来益达小包装，可爱呀、啊、大叔。哎，是师傅。那要看你能教我什么。益达关爱牙齿，吃完喝完嚼益达。怕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怕上火，喝加多宝。新老娘舅节目幕后大揭秘，碰见我他设计好的，我说拜拜，我谢谢您，我给再多钱我也不干。这绝对是真的，这是来自基层的声音。有多少酸甜苦辣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拿那个我这个话筒啊当手榴弹啊扔过去啊，哎呦，那个人接着那个手榴弹当榔头啊敲那个人的头啊，装了这个一辆人送到狱里面去。敬请收看《老娘舅》的幕后戏，《新老娘舅》篇上集。女方初次上门，为何却遭冷遇？我到养鸡干嘛？拎个么子过去对吧？啥么子没有？觉得伊拉屋里向做事体太笨了。
侬有钞票跟没钞票两回事体，心有没有到，搿是一回事体。因为我自家没受到搿桩亏欠，我也勿可能一直想到搿桩事体。婆婆一句话令公公泪洒现场。所以你们俩其实我都是爱恨分明，搿辰光把你是哭到不得了，怎么老难，心里老难过。公婆管太多，日子怎么过？上集正在播出。搿只问题我要解释一下，去香港也勿是我讲要去的，是伊讲要去的。钞票事体，我是从来不过问啊。伊讲伊问伊拉要，我也不晓得个。反正辣盖我认识当中，伊永远讲是伊自家的。至于到底是伊自家还是爷娘的，我一点都不清爽。所以到今朝再讲。伊邀请侬去香港啊？哎，伊讲出去白相。那么你知道花了多少钱伐？我也不晓得，因为所有钞票侪是伊钞票的嘛。就是酒店、机票，侪是伊出的。哎，对，根本侪你们买，因为去香港嘛，除了说你香港有什么好玩的？除了说你去迪士尼，去海洋公园，还有一个香港现在好多我们内地人去香港就是去购物的，因为那边便宜好多东西。有买奢侈品吗？有的。啥人出的钞票？伊出的钞票。啊，买啥包？对呀。啊，一只包几钿？8000多块。啊，所以这在父母的概念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对，咁问题是阿拉之间没沟通，阿拉又不清爽伊拉是哪能样子想啊。我能够通过晓得伊拉想法，只能通过。搿辰光在装修房子啦？没，还没有装潢。搿钞票侪是我自家存下来钞票。搿辰光用钞票可以分下来搞伊拉勿得个。就喜欢女朋友，反正那个时候就想买好东西回忆。而且第二趟去香港，伊拉讲我拉里向卡，拉伊拉里向钞票，伊拉张卡是摆辣我的，是要装修用的。但是里向的钞票我是。一天那个辰光，第二趟去香港是为了去买钻戒，因为结婚了嘛，要去为了买钻戒，因为这钻戒就讲就成色比较好，价里比较便宜嘛。像陈大斌过去就看看钻戒，那么那个辰光我加上酒店机票也不便宜。就是因为顺便去玩玩嘛，再去看看再去玩玩嘛。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装修房子，还有包括我们拍结婚照啊什么的一些七七八八开销。那个时候我知道家里面困难，我不停地在往里面填，包括我拍婚纱照10000块钱都是我自己出的。就是我没有问家里人要过一分钱，这些钱男孩子你能自己出，我觉得就是我能不问爸妈要就不问爸妈要，那么我自己能操办掉我自己就操办，包括有时候我装修房子我里面贴点什么钱他们都不知道的，就是我能帮他们填掉一点就填掉，造成了我房子是爸妈买的，对吧？装修是他们出了一部分钱，我大概也出了填进去一万有什么有这个有什么不公平吗？没有什么不公平，我就是为了减轻他们负担，知道吧？我就是尽我一份，我倒是觉得是父母减轻了你的负担。我就是，如果父母真没有这个条件呢，没有房子呢，你还得自己花钱买，对的呀，对不对？对的呀，就是他们给我买房子，他们要往里面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结婚要什么，我往里面我也尽我一份，我也尽我一份心，能尽多少尽多少。然后参观到后面就是有点亏空，要等到结婚要买钻戒了。我发觉钱不够。钱不够的时候，我就问我朋友借了20000块钱。借钱买的钻戒。借钱买的钻戒。然后我就借好钱，我跟他说了。是有承诺吗？一定要买到多少钱的钻戒，或者有多少克拉的？没有承诺，没有承诺。就是我们就是想为了去买个钻戒。买个什么钻戒？就是一般性的钻戒。六十一分。六十一分的啊。侬讲大啊不大？然后。只不过就讲成色稍微要好点噶。搿只钻戒就人民币是28000多块。两趟去香港，阿拉娘侪拨我钞票啊。等于讲用的勿是所有，侪是伊的钞票。儿子儿媳坚称去香港没有花婆婆信用卡里的钱，婆婆的钱都用在了房子装修上。虽然婆婆对未来儿媳留下了爱花钱的负面印象，但这对于双方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大影响。那么双方关系出现危机是在什么时候呢？伊是上老乡门啊，咁么上老乡门就是像人家搿种买物事咯，拎物事咯，咁么搿物事阿拉老叫女婿上门，搿物事阿拉勿去，叫做反正买多买少，就意思意思，只要到位，就讲搿只场子过脱就来噻啦。没要求侬要买老多老多物事，对伐？没个，就侬上来，咁么阿拉娘吃顿饭，吃顿夜饭，沟通，挨下去嘛就发了只红包，给了一个红包，因为你上门就要改口了嘛。咁么伊是上老乡门个了，咁么然后再到伊拉上去，我到伊拉上去，咁么也拎个物事过去，对伐？吃了顿饭，啥么子也没个。阿拉娘回去问我一讲，就问我俩，没事，我讲。搿个么觉得伊拉屋里向做事体太笨了，侬有钞票跟没钞票两回事体，心有没有到，搿是一回事体。男方上门，女方父母给了红包，但女方上门，男方父母却没有任何表示，这引起了儿媳和亲家的极度不满。那么，公婆为什么会没有给红包呢？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呢？伊讲第一次上门，伊讲叫我给，讲啥个给伊钞票，阿拉从我儿子从来没帮我讲过，我也不晓得搿桩事体。你怎么讲过啊？
因为我自个没受到搿种规矩，我也勿可能一直想到搿种规矩。嗯。啥个进门头一趟要拨钞票？伊拉开结去开结婚证时呢，我倒是辣到开结婚证时呢，我就伊拉爷娘辣海，我就到了只一只小饭店里就吃了顿中饭。都是工薪阶层嘛，其实有些时候，我形式上不一定会很。至于伊讲到啥个拨啥个红包啥么，我没，因为我自个没受到。你是没帮侬讲过？没讲过。哦，你再没讲过，他到女孩子家去，丈母娘拨伊了。哎，拨伊红包，伊也没帮我讲。也没讲过。因为经济高头，我从来不管伊的。我原来对经济不大管吗？嗯，小王，嗯，讲过啊。我回去的辰光，我清清爽爽，我帮伊讲过。我讲侬要是不想准备么子，因为阿拉娘到北京去白相的辰光嘛，伊买了只黑曜石的镯头，晓得吧？咁么我可以就讲，如果讲些侬现在阿拉屋里向经济困难，我跟侬讲，侬要么拿只镯头先拨伊，反正侬就当传家宝传下去吧。因为新我下趟地再拨下趟地就行，就那一路传下去吧。反正侬搿只么子，我帮伊清爽讲过。我没听到，我不晓得搿桩事体。伊拉涨讲，伊拉现在就涨讲。第一次上门，他拎的东西我可以说一下。啊，侬讲一瓶酒，一瓶酒，一瓶酒，啊，一条烟，都是单的。啊，你说我心里会高兴吗？我能东有就是，即使说我想给你东西，我能给你吗？这个有讲法吗？有讲法吗？那总是要双的吧，因为我们两个人啊，哪有送东西送单的？哦，没有，第一次上门是有送东西送单的吗？那看来阿姨也很在乎这个礼节啊。但是您既然在乎她的礼节，那你们的礼节呢？我能给她吗？她也不在乎我呀。所以您到底是不？她已经给东西给我们单的东西了。那阿姨，您的意思是不吉利了？您的意思是你其实想过要给，你就是后来送单的，没给，我没想过要给，没给想过要，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虽然第一次上门你觉得很多礼数不够，包括他也觉得你的礼数不够。刚刚讲的搿件事体是我现在刚刚晓得的，啥单位啊？我根本就不晓得，因为买物事去，侪是伊跟我一道去的。要啥物事，伊拉要吃啥老酒，要吃啥香烟，我也不晓得了。葛末侪是因伊晓得嘛，伊了解多嘛，我就问伊。葛末伊认可了嘛，我再买。伊到老乡来也是对的呀，又没啥个了，搿只是心意而已。儿媳认为上门带礼物单双数不重要，关键是表心意。但婆婆却认为单数不吉利。婆婆既然对送礼的单双数都如此讲究，又为什么对女方上门给红包的礼节却又一概不知呢？这让人很难理解。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儿，让女方的亲生父亲大为恼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结婚的闲话，双方爷娘要出来吃饭吧，要碰头啊，对吧？咁么我讲了，我因为是阿拉娘是离婚啊，咁么等于讲我有自家的爷，咁么伊拉出来请客吃饭是请。我的继父和我妈两个人出来吃饭的，跟妈阿拉娘就帮我讲，侬结婚当大事体，侬要帮侬自家爷讲啊，晓得吧？那么搿辰光，因为我从小阿拉爷就是自家爷，因为伊自家也有家庭，就不管我，也没啥老多联系，几乎是不搭界，晓得吧？那么我搿辰光是讲梦想啊，我想不要去讲，跟妈阿拉娘就讲，侬再多的事体。侬帮伊讲，伊来跟不来是伊的事体，但是讲不讲是侬的事体。咁么就帮伊去讲，讲了嘛，咁么要出来吃饭吧。咁么因为之前伊拉出来已经请客阿拉爷娘吃过饭了。咁么伊拉就帮阿拉老公讲了，伊讲阿拉已经请过伊拉爷娘出来吃过饭了。咁么搿趟出去吃饭啥人买单啊？咁么伊就回答我搿，伊咁么伊帮我讲了嘛，咁么我要回去问阿拉娘唻。我讲伊拉好像是搿能样子想的，咁么阿拉娘讲，搿么哪能办？咁么我来买。咁么搿天吃好饭，的确就是阿拉娘去买的，而且阿拉爷为了搿桩事体，就我自家爷也为了勿开心。伊奇怪伐？伊讲请客吃饭，侬来买单呀？伊讲侬搿啥女婿啊？伊讲伊拉爷娘勿晓口嘛？伊讲搿么㑚女婿哪能讲过啊？就意思讲哪能勿出来买单？就动也勿动，就坐辣盖动也勿动哦。就因为搿桩事体，所以做了老难过相，就让人家觉着哎呦，㑚搿亲家哪能吃顿饭要帮侬算一趟两趟？亲姑㑚爷跟亲姑。就讲后爷还要分开来算。儿媳所言是否属实？公婆当时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广告很短，马上回来。从小我喝雅培长大，妈妈给了我更好的，让我勇敢追求梦想。现在我也给宝宝喝雅培。雅培，百年制药经验，带来高品质配方。更贴合宝宝体质，因为我用过，所以有信心给宝宝用。雅培百年制药经验，赢得世代妈妈信赖。好奇心要扑出我的优惠爸爸，妈妈送给你。好奇精装纸尿裤，怎么动都舒服，享受甜蜜约会，还有好奇银装干爽舒适哦。1933年，丹麦人发明了一种东西，像黄金那样吸引。他们会自用，也爱馈赠亲友。后来更成为丹麦皇室御用。
这就是今天我们喜爱的丹麦蓝罐曲奇。轻松一笔，大开双眼，美宝莲轻松画眼线笔，浓郁流畅不晕染。轻松一笔，大开双眼，美宝莲轻松画眼线笔，教你一笔轻松画，搜索美宝莲轻松画。什么是可以吃的舞台剧？是盘子会跳舞，是番茄能唱歌，还是公鸡会功夫？公主的盛宴10月9日火爆开席，赶快订座4008806672。家乐浓汤宝严选优质好鸡，带来美味汤冻，融化成浓醇高汤，渗入上汤娃娃菜，让它鲜美入味。浓汤宝让上汤菜更鲜美入味。辣汁卷头，这是我最爱吃中的鸡眼，粉丝手上多芬在汤上翻肉水，一出到多芬挚爱三年，不惧损伤，想你所爱。齐锦要哭说我的约会爸爸妈妈送给你好奇精装纸尿裤，怎么动都舒服，享受甜蜜约会，还有好奇银装干爽舒适哦。小黑生活当中的凡人小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10月2日亚历山七地总鱼龙不羁不舍。生活是一门沟通的艺术，需要以理解和宽容作为润滑剂，调解工作就像烧一手好菜，需要把握好火候。生活的智慧需要一颗平常心，排解矛盾需要熟练的技巧。和谐，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将在我们手中一脉相承，薪火相传。关爱他人，共建和谐。这个问题吗？谁买单？买，阿姨蒙古吧。如果真的没有问过的话，为什么吃完饭你们会坐着不动？如果没有说过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站起来说无赖无赖。为什么？你是刚才伊拉请阿拉吃饭。你是回来帮阿拉讲啊，伊拉请你吃饭。实际是请。阿拉又不认得伊拉，阿拉光请伊拉吃饭。实际请不请呢？你问他过伊拉也不得讲。阿姨这句话不对。阿姨这句话不对，叫什么叫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干嘛要请他们吃饭？我本来就不认得，伊本来帮伊拉爷不搭个呀，亲家的呀，伊拉爷本来帮伊不搭嘎个呀。搿个事体呢，应该是伊拉起因，就讲叫阿拉，就讲告伊拉亲爷，搿个爷叔啊啥人，就讲一道蹲了一道吃顿饭，对不啦？搿么我也同意个。至于后头哪能付账，侬假使侬讲付账付不出，我侬喊我付。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叫你付不出，你刚才不会的刚付。就是那假使要计较搿只物事，我来付也无所谓。搿个那就是实际经无关紧要。侬拿搿个上头假使提出来呢，就已经是血性来了。最主要是啥物事呢？最主要吃搿顿饭上头提出了一样事体。伊拉个亲爷搿个爷叔啊，或者啥人，伊讲要辣辣阿拉买房子的。房产部了，别拿我姓吴的名字啊加进去。对于女方亲戚提出的这一要求，公婆会是怎样的看法？他们会答应把儿媳的名字写上房产证吗？这件事又会对彼此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剧烈影响呢？矛盾重重，到底是谁有错在先？莫名其妙的是吧？记得讲，伊拉屋里向没钞票，结个婚要欠个债，要外头借多少多少钞票来结个只婚，我一记头就昏过去了。你冒出来一句啊？那真的要死啊，我拿那当空气。老娘就现身说法。
阿拉爷娘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啥，晓得吧？骂我。所以讲啥呢？伊讲侬来老娘经常头讲个闲话啊，经常是搿种粗鲁观点。明晚请继续收看《公婆管太多，日子怎么过》下集。